兄弟姐妹，祝来平安！欢迎各位来参加救恩真心教会的福建组织崇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今仔日的选条经文记载伫诗篇第111篇第一到第三节。恁着阿罗耶和华，伫正直人的会中。甲光辉中，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。耶和华的所做真大，凡那欢喜伊所做的，拢要查考伊。伊所行的是尊贵威严，伊的义永永地地。咱来三甲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你是坐伫宝座顶的上帝。你是列国中的主权者，你配得万民的敬拜和阿罗。荣耀的主，阮即阵要专心来阿罗你，来感谢你。阮要将一切的荣耀、称颂拢归乎你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来啊，咱做阵来阿罗主，天地拢大声唱，阿罗耶和华永无散。耶和华我上帝，万国拢敬拜你，对一地到彼地，对一世到暗暝。耶和华我上帝，万民向你归路，对一世到永远。
阮的嘴要阿罗哩，阮的心也要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惠，赦免了咱隆重的罪过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救恩，我愿奉献我生命一生来服侍你，一生顺从你旨意。我
今仔日的信息经文是伫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十六节。恁是世间的光，城起伫山顶，未为温密。无人点灯，下伫兜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，就变照厝内的人。安尼，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，予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荣光予恁伫天里的爸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听读伊话语的人。阿门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大家阿头祈祷。要管理主，愿意来将这段的时间，恁连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求信心继续来引传锻炼，对咱少年的耳根，让咱有安静的心、渴慕的心，来到主你的面前，学习你的话语，帮助咱也将你的话语放放伫咱的心内，叫主的话语成做咱的帮助，咱会照主的教示来行，好叫阮也来成做一个妥上帝喜悦的人。安尼款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顶个礼拜，主耶稣甲人讲，咱是世界的盐。但是主耶稣无单单甲人讲，咱是世界的盐。主耶稣也继续甲人讲，他也是世界的一个光。伫马太福音，伊继续安尼款伊甲人讲，伊讲你是世界世上的一个光。当主耶稣甲人讲，咱是世上的光的时阵，咧意思甲人讲，除了咱以外，这个世界啊是无有其他的一个光。伊是靠着咱基督徒来发光，叫因会来照着这个光。那无因，就伫上伫黑暗的一个中间。主耶稣伫这世间的时阵，伊把安尼款会讲，伊讲我伫世上的一个时阵，啊是世界的一个光。啊，因做咧，咱哩知影兄弟姊妹，即阵耶稣啊，无亲自伫肉体的方面甲咱指点，所以因做咧，吼、啊，咱相信主的人，咱是主的一个代表。因做咱伫这世界，就爱为主而来去发光。咱若是基督徒，无伫这世界而来活出咱的光荣，无变而来实在。会来正正会来做光，发出这光的这所在，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这世界就零点的黑暗的这中间啊，咱看到这世界有真多物件，咱大家有真多人啊，因啊有这做无好的款的代志，有真多罪恶的这代志啊，这世界内面哈，大家人有真多人啊，怎样的拢是过伊家己的时阵，所以无款的这混乱的这中间，但是咧兄弟姊妹，主要说。甲人讲，是无咱是世上的一个光，所以因做咧咱在发光，为主来发光啊，咱会使来现这世界。会来得到恩望，会来认捌咱的上帝，经历到上帝的指点。当主耶稣甲人讲，但是哈，这世界会光的时阵，可以怎样继续会来归顺呢？伊讲你是世界的光，啊，亲像一个，亲像一个城建筑的啊，这山的顶面是无变。会来稳壮的，是的，兄弟姊妹，当主耶稣讲一句话的时阵，伊先来是甲人讲。等咱相信耶稣已经死去，等咱啊接受耶稣基督做咱个人的救主，伊也是死去。主要说讲，咱就是光啊，咱就是光，咱就亲像什么呢？咱就亲像一个城，建筑伫山的顶面是无变，会来稳壮的。亲像当时哈，咱啊火车啊，咱看远的所在，有一个城的。这个山的这顶面的时候，你看了，咱远的所在就看到伊的城了，真正会明显的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当主要所甲人讲，啊，咱是世上一个建筑和伫山顶的城，你看是无变一来完全。意思甲人讲，当咱相信耶稣的这时阵，兄弟姊妹，大家人哈，拢是想会来注意咱的生活，依然时时刻刻啊。一个礼拜七日，一日二十四点钟，因人拢无停
会来观察咱的行为。伊奶奶是爱看啊，伊看咱所相信的是真的无？咱有实实在在将咱所相信的这道理，会来去挖出来无？所以因做咧，因就会来注意啊，注意啊，咱的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注意咱的出来的生活是怎样的，出来等咱做工的时阵，咱是带着什么款的态度啊？注意咱家朋友会来做生的时阵，咱怎样会来甲因会来去交陪，因就是爱来注意咱一切的这代志，会来看定，会来看定哈。到底啊，咱所相信的是不是真的？到底因是不是会使来啊？真就咱一款会来接受啊？上帝主耶稣正做咱的救主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当主耶稣甲人讲啊，咱是世上的光啊。这光呢，就真就一个城啊，建筑这些啊，山的顶面是无变的稳重的，大家人哈，龙哈。你来注意咱的生活，无论哈乐观亦不观的，等咱相信耶稣的时阵啦，真最难，时时刻刻拢注意咱的生活是怎样。当主耶稣甲人讲，但是世上的光的时阵，我就想讲光有啥物的路用呢？其中的一物件，咱可以我看到光会带来混乱，哈，光会带来混乱。我还记得有真贵一阵，我到缅甸的所在去传道哩，伊个就我去到北部的所在，哦，伊阵是伫尼泊尔所在，所以因做咧伊个所在，伊阵咧是真正寒的一时刻，所以等咱聚会以后了，哦，咱大家人拢走噶，哈，即走卡伊个所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伫走卡伊个所在，哈，有就当有机会哈，所以大家人做这把也会一比试哈，从出来去安尼哈，会来啊，因为这会会带来寡的混乱，一转热气哈，现在无安尼款会来寡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等咱做工的时阵哈，咱就进入这会安尼款，咱会来带出这个混乱啊，在这无有听谈的这个世界的这中间啊，在这社会里面有真多的人拢常常是顾伊家己，无顾别人，所以因做他会来带。令人混乱。等咱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阵，有人伤心的时阵，有人有软弱的这时阵，有人会遇到困难的这时阵，兄弟姊妹，咱乃是会来去关心你，会来去帮助你。这样你看，咱就容易怎样咧？会带着混乱、忧点、无变，会来感受到上帝的这个听。等到无变，兄弟姊妹，会来活出安尼款的生活的时阵，我跟你讲啊，等到。本咱的朋友也好哈，伊也袂来认不住个啊。等咱因有拄着一款个问题，伊自然会来去找咱，因为伊感觉甲咱讲话实实在会来，伊带着真大个鼓励，得到真大个一个安慰啊。因为哈，咱会来怎样咧将上帝个听会来甲因会来去分享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这就是咱要画出。更会是落影，更会带起咱有这个混乱，所以因此咧，当咱会来行安尼款，会好会行为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当话圣经甲人讲，啊，牛因看到你的行为的时阵，会怎样咧？会双赞啊，咱会天卑，所以一切好会行为是什么咧？好会行为就是咱啊所做一切的物件，叫咱会来得到益处，然后咧，上帝。会来得到恩典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唔办咱，得达对咱一直生活的中间，咱会靠着上帝所行咱的困难，咱会看到信心，会加添行咱这困难的，咱会使无论咱在多落所在，在厝内也好，咱也是做工也好，在礼拜堂也好，无论咱甲咱朋友做甚也好，兄弟姊妹，咱拢会使为主而来发光，咱会使系。带行人有一款的温暖，有一款的听，是对上帝来的一个听，一直地会使引传因，会来明白咱的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关注会来祝福咱，每一位听到的人，咱做神会来祈祷。天父，主，我来感谢来俄罗斯，行人实在有安尼款美好的一个
机会来听你的话，为国合适的为国，实实在在做咱将咱家己办的列球场，关上帝颁赞咱，不断做一听多的人，咱就做一行多的人，信心颁赞咱，大家会来，无论在多落的所在，人拢会使为主会来发光，应跟上帝名，安尼款的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这里愿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位听道的人平安。主耶稣，咱第一时阵也为着和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为着因来祝福，愿耶和华保护恁脱离一切的灾害，愿耶和华保护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耶和华拢爱保护你，对祂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祝你平安，我们望后期再聚会。